回去，坐下。我说你们俩过分了啊！你在你婆家，别人把你当保姆，你说你受委屈了，日子不好过了。那你回到家以后，你怎么对待你嫂子的？哎呀，这多大点事儿呀，你至于吗？至于，妈，您闺女被人当保姆，你说她婆家不是人不是东西，说她离得近，随时可以回来。那琳琳呢？琳琳是因为爱我，她远嫁到咱们家来，她受了委屈，根本就没地儿说理去。您闺女是宝贝，琳琳就不是宝贝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嫂子，我是因为感觉你每次洗出来的衣服都很好闻，不像我每次洗出来都一股怪味。其实你刚才进来我就闻到了，你这衣服上的怪味啊，是因为你家洗衣机没有清理的原因。洗衣机还要清理啊？当然啦，这洗衣机超过三个月不清洁，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。这衣服啊，不仅洗出来有异味，还容易滋生细菌，让身上痒。那你平时都拿什么清洗的呀？那，就是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，你闻到的香味啊，应该也是这个味道。家里一定要养成每个月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啊，这衣服都白洗了，穿在身上还痒痒的。这种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啊，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而且它还具有99.9%的强效杀菌率，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呀，闻着还有股淡淡的清香。哎，这个东西这么好，那让你们也拿回婆家用吧。妈，这是琳琳买的，丽丽想要，让她自己买去。那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你是在哪买的呀？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